继郑爽后，千玺也任性素颜拍杂志，抹掉脸上的妆，被偷拍笑出梨窝。说起易烊千玺，大家是不是想到的是他帅气而又冷酷的形象呀？其实千玺弟弟很喜欢素颜上镜，甚至可以说素颜上瘾啦，毕竟有颜任性。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千玺素颜的帅照吧。先看看千玺的自拍吧，那是相当简单粗暴的自拍技术，拿起手机从下朝上换几个角度，咔嚓就好啦。素颜上镜皮肤是真的很好呀，即使从下往上拍脸也不显得大，小编真羡慕脸小的人，哈哈哈。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拍 Vogue 你杂志照的时候，为了保留肌肤的质感，在和摄影师讨论之后，千玺直接擦掉了脸上的妆，素颜上阵。相机对住脸拍，这可是对颜值的最大考验啦。这可容不下任何的瑕疵，面部的细节在这样近距离的特写下被放大的一清二楚，千玺是扛住了这考验。棱角分明的脸部线条，恰到好处的比例，真令人感叹。这一张照片，千玺眼睛望向镜头，一双眼睛下情感丰富撩人的喉结，搭配这迷人的眼神，谁还能把持得住呢？小小年纪拍杂志能有这样的效果已经很不错了。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前段时间，易烊千玺参加中戏的复试时，也是素颜出镜，他没有戴口罩，一张素面朝天的脸展露在大家眼前。大家都称赞他五官端正，皮肤底子好，很有青春气息。易烊千玺还被抓拍到他咬住嘴唇憋笑，不知道千玺弟弟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呀？想笑又得判命忍住不笑，哈哈，不如直接笑出来吧。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可能实在是太搞笑了，憋了很久的千玺终于破功了，笑得露出了牙齿，千玺弟弟一笑就会露出可爱的梨窝，让人看起来觉得很舒服，网友纷纷说可爱的大傻子。素颜的千玺你们喜欢吗？评论区聊聊吧。以上图源来自网络，如有异议请联系删除。广告请继续往下阅读。